你要是做了职业选手，爸妈能认同吗？为什么电竞在你看来就只能是游戏？做职业选手要付出的远比你想象的多。你就这么相信我？相信家世，助我们家世。 一路胜利下去！干杯！干杯！这是木秋特意用你的名字创造的角色。我好喜欢这个礼物。家世，加油！哥，叶青，保持啊！ 从第一次组队到今天，靠的就是彼此信任。我们终会站上巅峰的。